县文化局的排练厅里，来自各乡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。入选的演员将由文化局局长带队前往拉萨。装饰就你呗，可以。门当一多。和一多一样，这些年轻人大多是第一次出远门，他们即将前往向往已久的圣城拉萨。在西藏大学的排练厅里，这些年轻牧民们正在紧张地排练着。一多很庆幸自己成为群体中的一员。当主公们到了，主公们到了，一把剑，在你送去那种毒剑，在你。为一多这些年轻牧民彩排的沙丁导演，出生在那区，对藏北草原的游牧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。牧区的舞蹈，它又有粗犷的一面，也有那种凶赛的一面。这个舞蹈呢，它的核心呢，就是草原牧民的一种爱情的方式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，终于迎来了正式登台的日子。在西藏电视台的录制大厅里，一多和伙伴们穿戴上正式的演出服装。节目经过录制后，将在藏历12月30日的藏历年晚会中播出。天湖之恋，就是藏历新年了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观看藏历新年晚会，大家等着看一多的表演。教练对吧？对。好，干了几米怎么的？你都做的，你看是哪里？他一早参加现在，他去这么久呢。嗯，我特别店里那排队上头，三个人搞早的，他在店里那人就刚才给他吃他了，总是账户那吃他了。农历新年的早上，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，要在房顶挂上经幡。上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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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上个着了上个跌了上个雨了，啥叫那那个啥会念上上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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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
每逢藏历新年，五八村的村民都会轮番邀请宾客。今天是索朗平措请客的日子，妹妹一早过来帮忙。客人们陆续到来，丰盛的菜肴代表着新年祝福的心意。他当着操学工人都在转账了不？他当着我中工人当司机要么不？工人当司机要么就等那干的，干的了让姐姐的，让每个外工人都看到姐姐姐那个。你我的阿伯嘞，我的阿伯打了罗退休等阶的，啊，我妈呢这个呢，他装作地上叫老少，是做什么事情了？等到我都。用餐过后，一项重要的内容开始了，喝大碗酒。你葡萄酒了，你葡萄酒啊，你葱，你啤酒没啊？你饮料没啊？不得。无论客人挑选哪种酒，都必须倒得满满的。啊，毛毛，我一盘没带到，当真呢？欢庆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。德高望重的老村长带领晚辈们唱起歌谣。反正让你那几少年别个真要起来，确实三届三个老人我那个的呢，要不全部的那的呢，当兵当结个个的呢，各种当叔叔老伯爷的带呢，全部写了什么？在藏北牧区，每年都要挑选一个吉利的日子，全村的男人到深山转山挂经幡。村民们从四方的草场汇聚而来，大家带着食物和牛粪欢聚在一起。在地广人稀的藏北高原，这是难得一见的盛况。大天街上那种上面车子叫中巴里的吉普车，今年叫在藏北高原，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神山，牧民们把神山视作现世的护佑神，这是他们信仰的居所。挂好经幡，村民们都要奋力爬到神山的顶端。藏北牧民对高山有着古老的原始崇拜，他们相信神山可以联系天上与人间。
他嚷嚷跟他老弟弟那里没那啥没了，就个狗干没了。那个送的炸心的，个地里等着的，第一个就是跟他弟弟不弟弟。在一声声的吆喝中，人们表达着内心的虔诚和对万物最美好的祈愿。